干嘛呢？风刮哦，哎，按骨折，按骨折，遐就有是真的干那个在过啊，在但是吼，原住民，我拄则有讲，迄个所在是番仔潭哦。哎呀，我们台湾第一座那个龟山电厂完成的时候，那一天就十三个工作人员被原住民全部砍了。不是啦，我说这边离原来不同的地方，他现在屈指可数。我跟你讲，我们刚刚那个回转车那下去就是平广进去就乌来的啦。啊、哦，所以移到那边。所以说我们这一个山，这一座山的最主要目标，不要一经管嘛，来自乌来，来自三峡，来自安坑，他们绝对要经过这一条。嗯。所以讲，因过去就是要盘山过岭、啊，但是因来到这的时候，他们最个主要农民就是迄个头人，刚刚你讲的，吼、嗯，啊，迄、那个头人，啊，迄个做，因要叫你创啥？啊，为了要吃饭，即卖无人讲拍那鸡兄弟，啊，无就是做一寡料杯啊，啊，这个某一个年代都有这个事情发生啦，对，啊，所以讲因伫迄个所在，伫迄个年代的时阵吼，就会去做这种代志，所以讲在老山顶头有迄个土匪洞，啊，有迄个壕沟。哦，你拢有去看过嘛？吼、嗯，啊，搁以前，看起来对历史足有，嘿，历史足丰富的啊，嗯、好几个碑，哎呀，搁有迄、那、落、個、嘿，碑顶头搁有刻字，啊是安怎死的？吼、嗯，啊，就是因为这，你甲我讲话袂合，听了袂爽，我来台电嘛，有这个经验嘛，沟通不良，嘿，就是因为沟通不良的关系而产生的。哎、欸，那你们还有谁有什么问题要问的？啊、不然我们就上车，太热了。大哥，那个龟山那边有个名状亭哦，名状亭就是因为那个泰雅族来出草，那边就有人死在那边，被出草那个葬在那边，所以下在名状。